Hello， 各位准备收看今日六福村四在 Hello 动物 Online 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入场咯，那稍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开始了。Hello， 各位现在正在收看六福村是在 Hello 动物 Online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我们有小型陆上坦克之称的苏卡达象龟。那今天要来为我们介绍的 Keeper 呢是我们的冠伦。Hello， 大家好。Hey， 冠伦，我有一个问题， hey. 就是我们这边的乌龟啊，他们现在总共有几只？他们有没有个别的名字啊？我们现在这边总共有六只，七只的苏卡达象龟，那六只公的，一只母的，那他们每一只都有各自的个性，还有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小名。哦，那他们平常的话，如果说是正常生长的地方，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原产地是来自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对，是属于一个比较干燥、比较炎热的地方。哦，那像这样的话，那在我们饲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对，那我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湿度以及他们的食物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他们生活的湿度是需要比较干燥的环境，所以如果你给他太湿的环境，也许会对他们的生长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此外，他们的食物在野外，他们通常是会吃一些野草或者是多肉植物去补充他们的水分。嗯，对。那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提供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去让他们可以促进他们肠胃的蠕动。哦，那像他们现在在吃的这个是什么叶子啊？哦，这个是我们的桑叶。对，这对他们来说是蛋白质比较高一点点的食物，但也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哦，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可是他们平常除了吃桑叶之外啊，他们还会有其他的食物让他们做食用吗？啊，会，我们还会提供一些根茎类或者是蔬菜，还有甘草等等的食物去。那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一些，也去外面去采集一些植物去给他们吃。哦，那像这样子啊，那你们平常在看顾他们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快速了解到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好，那对象龟来说，他们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四肢，他的四肢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撑起他们的身体，所以。嗯，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四肢的话，他们其实对于移动或者是繁殖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哦，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只象龟，我们可以先从它的四肢来看它的活力正不正常。嗯，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它的背甲。哦，看因为如果它的背甲是有龙背的形型，就是有一个一个凹起来的话，那它其实代表它以前的生长环境可能食物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它，也许是给它过多的蛋白质啊，
或者是它的钙磷比不足。哦，对，所以都会影响到它的龟壳的生长，都会影响它龟壳的生长。哦，了解。那像刚刚大家有他有提到说，就是乌龟的四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这样啊，这现在这边最大的一只，它的体重大概多重啊？我们最大的一只是我们的浩克，就是这一，哎，浩克，浩克是这一只。它的体重现在是到达了60公斤，那其实苏卡达它的平均体重大概是30到50公斤左右，所以它已经比一般的苏卡达还要大了。但是我们一样，所以对它的对它身体来说，它的脚是格外的重要的。是，对。那像它们这种苏卡达象龟啊，在陆龟上面的品种，它们算是最大的吗？它们不是最大的，它们其实只是世界的第三大，第三大鱼。那我们第二大的是我们加拉巴哥象龟。那第一大的是另一种象龟，那我们苏卡达只是在第三名而已。对，那他们像他们的繁衍期啊，他们的像是因为有时候看那种 Discovery 啊，或者是那种动物频道，都会有介绍一些像是什么海龟，他们会在哪里产卵之类。那像他们这种品种的话，他们的产卵跟他们的繁衍期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他们通常是在雨季过后的比较炎热的时候，他们会有。到达他们的繁殖最高峰，对，那它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非常多他们的驾乘的行为。对，那他们产卵的话通常是会挖一个洞，然后在一个洞里面产下大约15颗的卵，然后在正常情况下会再把它埋起来。那他们像这样从产卵下来然后到孵化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啊？它大概需要90天左右，我不太确定它的时间，不过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孵化出来。哦，了解。那像我们这边呢、啊，目前他们现在收容的是本来就是在动物园里面的吗？还是他们的来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他们其实是大部分我们的个体都是民众他没有办法饲养了，那他就会把它带过来给我们。因为其实饲养苏卡达象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饲养它，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是，然后每天给它不一样的草。不一样的植物，有时候也要给它水果或者是一些小的不一样的蛋白质来源，让它的食物丰富化。那再就是要注意苏卡达象龟它其实破坏力很惊人，所以如果你养在家里的话，你的家具可能角落都会坑一个洞，凹一个洞，因为它们其实走过去也没有在看，就直接把它撞过去的。对，所以饲养苏卡达象龟你其实饲养前你要非常的三思，就是它破坏力惊人，而且需要空间很大。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它们的寿命很长，是它大概50到70年的寿命，几乎是人的一辈子了。所以我们在饲养前一定要思考到它，其实你需要陪伴它，会花上你一辈子的时间。是，这真的很重要。而且其实养这种宠物啊，其实养到过程中，其实就像家人一样，不可以随便抛弃。那就算真的没有办法饲养，那我们也要透过正确的管道来进行他们的收容，不可以随意丢弃，对不对？没错。好，那现在这样的话，我们平常他们。会有做一些什么特殊的训练针对他们吗？我们目前没有做训练，但是我们会对于他们的四肢进行强化。四肢进行强化。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他们四肢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般会有两种环境给他。是。那一种是我们这个场景，就是平坦的场景。那这对于他们的脚来说，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训练他脚的肌肉的生长，对他来说就只是移动而已。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加强它脚肌肉的设施，像是我们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草其实都是挂起来的。哦，对。那我们发现它要吃的时候，它其实会把它的四肢给顶起来，然后脖子伸长，努力的去吃它喜欢吃的桑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非常顺利的进行它脚肌肉的训练这样子。哦，了解。所以那他们在这样的话，因为像其实台湾的应该说冬天跟夏天温差比较大，那它像这种温度啊 对他们就是饮食习惯，就是他们的食欲方面会不会有影响啊？那对他们，因为象龟它是变温动物，所以他们基本上在比较阴暗像是下雨或者是阴天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力就会下降非常的多，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常常会躲在屋子里或者是躲在阴影处去进行休息。哦，那夏天现在艳阳高照，就可以让它他们其实是到处走来走去的。哦，所以他们是喜欢晒太阳。对，他们喜欢太阳。对，那他们这样喜欢太阳的话，他们会像一般的那种水性的那种龟来讲，他们会喜欢水吗？他们其实非常喜欢泡水，而且泡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在野外，他们其实遇到水源的环境并不多，所以他们通常是会藉由吃多肉植物来补充水分。那但是如果有遇到水源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进去补充更多的水分。那泡水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排遗。对，因为他们的消化率其实消化速度其实并没有很快。嗯，那他们食物会在他们的体内走非常的久，所以他们泡水可以泡到他们泄殖腔，可以帮助他们的排便，让它不会堵在泄殖腔里面，进而造成问题。哦、了解，就是也是他们也是会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提放让观众来发问的时间。那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区来做留言哦。那顺便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留言分享的活动，那都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六福村门票哦。好，有什么问题？那像这边呢，他们这种，刚刚有没有比较？您说的比较健康的就是乌龟的壳，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它现在最健康的是刚好在睡觉，那我们来看这一只。嗯，这只不知道拍不拍得到，这只是我们的，它叫做老纳，那它的壳其实算是相对其他只来说是比较圆的。哦，那一般来说如果是不健康的壳，它们是会有拢背的情形，就是会有一个一个尖尖的样子。对，那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小时候的生长食物有点问题，那这样相对比较圆的这种个体，就是它的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嗯，啊，对，这也是可以我们挑选象龟的时候，挑选它健康度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是，那现在这样有一个观众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咬人咬到人会很痛吗？哦，他们咬到人其实非常的痛，它力道是很大的。哦、对，你如果它认真的要咬你，它其实可以咬下你一块肉。所以他们真的是会咬人的。他们我们这边的个体其实不太会咬人，他们最凶最凶就是撞你而已，可是他不会去咬你。但是你手也不要太白目，就是去放到他嘴巴前面一直逗弄他。对。哦，然后啊，这边也有观众想要提问，就是说像这边呢，他们只能吃桑叶哦？没有哦，我们前面有说过，他除了桑叶之外呢，他也会吃其他的作物嘛，对不对？对，我们可以拿过来给他看一下。好，我们除了桑叶以外，我们还会给他。有时候会采集到的山麻黄啊山黄吗，或者是构树，我们都会喂给他们吃。哦、是。那此外我们还会给他一些青菜耶。青菜。是今天我们的食物是油菜。嗯。油菜。还有我们在每周二或者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去根茎类补充他一些别的营养素。哦，所以其实跟人类一样，维的营养素对维生素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在他们食物里面也会增加一些钙粉，好，就是增加钙粉，因为在野外他们会藉由摄取土壤去补充他们钙质，但是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给他们那么多钙质的土壤，所以我们会在他们食物另外添加钙粉，去让他们的龟甲可以生长。嗯，那像现在有一个观众有提问说，他们交配需要多久？他们交配的时间其实很不固定，就是、有长有短，对。哦，所以也没办法帮你们固定的回复，就是他多长。对对对。对，那有一个观众很好笑，他们说有提问说你们的 keeper 有被他咬过的吗？目前没有。哦，真的对，目前没有。所以他不会乱攻击人啊，大家不要太担心哈、哦。鸵鸟在凑人哦，对，我们后面有鸵鸟可以凑人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路卡达象龟的直播呢，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咯。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